好 ，OK， 刚才想那个 bug 丢到我们群组里面去讲啊，就是说我刚才那个方法是透过 OBS 截取一个 HDMI 输出的东西，例如朋友借我这个游戏机，但是呢现场看不到哈，现场看不到线上 OK， 因为它是透过 OBS 抓出去。刚才我用 VLC 去抓 ，VLC 呢一样我使用截取软体，然后呢 video camera， 然后测试被我零号，后来发现是我 webcam， 就是这个 webcam。一号没有，二号的话就是现在的这个游戏机 HDMI 输出啊，所以呢，搞定，真愉快啊！而且下次，其实我平常是用哪一个？我平常是用起司啊 ，cheese 是 Linux 系统里面，是 Linux 系统里面它用来做影像机。不好意思，我突然讲哈，刚才没有 pull 这个，我怕那个大家不好分辨啊，因为桌布都一样，这样干脆 pull 一个我的长袖。以示分别，这是两个影片哦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老人家很高兴，就是测试一些东西哦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准备连接 Miracast 跟手机接线。再来呢，就是用，手机放电，然后这一些东西。好，来 ，OK， 先这样子，先让我完成之后再跟大家分享。OK， 谢谢大家。